英国一对夫妻在2016年买乐透中了3250万英镑，当时他们除了买豪宅之外，还承诺不会被巨额的财富改变他们的生活。然而7年过去，原来他们已经离了婚，还各自有新欢。当时中奖的时候，两夫妻已经结婚了13年。据报道，他们在2020年分手，亦同新欢在各自的豪宅同住，相距不到13公里。